啊，来福，咋出来的？你来串门来了？啊，来上来吧，来上来吧。哎，来福，嘿嘿，你要上来呀？清早起来，狗狗来串门是不是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兵哥。今天呢，是我在房车上的951天。早上刚刚起床，打开车门，小来福就已经上门来看我了。这狗狗来串门哈，说挺有意思，说万物皆有灵性啊，狗狗都能找上门来。来福，走吧，走，我给你扒个鸡蛋吃，走，来福，别白来呀。哎，小黏猫在那儿，一大早上的这两个狗。Hello。早上好，给，别往上扒，别往上扒，好了，来，吃个鸡蛋吧。等会儿，坐下，哎，坐下，坐好，哎，坐好，嘿嘿，好了，我给你扒鸡蛋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，这是借用。万一哥们儿的话，今天的天呢特别的好，一会儿呢，斌哥，我们几个哈，简单一个午饭之后，就要去我们威士杰生产工厂的总厂，去看一下近期客户的车辆生产情况，因为有的客户车已经生产好了，我要去统计一下，好让亲爱的家人们来可以到工厂提车。看看小房车上的冰箱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。这是排骨，行啊，中午排骨，这还有豆角，做一个排骨炖豆角吧，人多省事儿。宰豆角，炖豆角。你看看，好好看看，这叫油豆，这叫油豆啊！啊，这个你买个油豆，你都不知道啥叫油豆。给家人们再分享一下啊！前两天兵哥去买油豆就买错了，这叫油豆。看出来了吗？啊，这叫油豆，鼓的，宽宽的。完了，这还有红点儿，这个。这是经验分享哈，油豆角。就你不知道吧？谁跟你讲的？油豆角炖排骨。东北特色菜，油豆角的。炖排骨喽！排骨我提前铺好了，那个青菜芽，这一锅，满满的一锅啊！有点多，剩不下。人太多，主要是人太多。哎呀，这个排骨一看就香啊！没有，十分钟了。好嘞。有点烫，我赶快吃。好喽，准备开饭。过来还有鸡蛋糕呢，哎呀，燕姐还蒸的鸡蛋糕，吃完饭我们就工作，简单午饭吃完了，我们就去工厂看看车的进度。哎呀，吃馒头吧，你这吃啥？走了，开始工作，去我们的总生产厂去看看车的生产进度。这是刚做淋雨测试，合格吗？合格，必须合格啊！入室也完事了。这就是我头条上的一个客户吴松明的长安房车，这哥们儿也等了好长时间，没有办法，受疫情的影响啊，我们工厂说实在话，两个月只干了12天活。那么他这台车呢？斌哥也在头条里跟他说一声，现在可以来提了。
今天最后一项测试淋雨测试已经完事儿。那么我们的质检呢，正在进行最后的检验工作。小长安哈，车长5.4米，高配版，非常的亲民。后置的横床、冰箱、空调、热水器等等，太阳能板、锂电一应俱全。还有一个额头，这个额头呢也是可以实实在在睡人的，不是摆设。另外一个是这款长安系列新款啊，现在前面有一个液晶的智能大屏，电动的升降窗，这里面都有灯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也升级了一个小隔断，可以放一些杂物，很漂亮。松明兄弟，你可以圆你的房车梦，可以来找兵哥提车了。长安系列。受疫情的影响啊，威海这段时间确实是影响了很多家人们工作和生活上的计划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昨天呢威海已经正式摘星，可以正常的出入出行。那么呢，在威世杰订房车的客户，您现在也可以来了。来之前呢，先跟我们下面的销售经理沟通一下，看看您的车是否生产出厂。其实呢，现在有很多的车，很多客户的车都已经生产完毕，都已经放在工厂的停车场院内，等待着他的主人来认领。一直到昨天呢，威海才摘星，所以说现在呢，家人们来提车可以做计划做安排了。在这里呢，兵哥也对所有的家人们跟订车的客户们说声抱歉，影响大家这个提车的时间了，确实是受疫情的影响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两个月呀、工厂只上了12天班，一直属于封闭、封闭再封闭的状态。现在终于好了，威海呢也解封了，车间呢也能正式的生产，所以说，订车的客户，想订车的家人们可以提前联系了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期的视频呢，丁哥就做到这里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